后面的人跟进我。
已经从围墙上进来了。 是那几个中国高手，他们已经杀上围墙。我从另一侧接应。 带咱们的人上围墙，要快！仓库不留女主人吗？留渡边一侧。
各守一个门，小童跟我进去。是。进来。总姑娘，小童，要抓紧时间，我们只有3分钟。 去哇，拖到东边的去哇！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嗯，小二本死拉死拉的坏，你要再问我打你嘴巴了，把嘴闭上！该死的小二本！八干路！八干路！Yes！ 打！走！他们的武功非常的高，打得我们哦！哎，八干！ 我们上当了，左泽木，赶快去仓库，横木留下，我们走。都到了，铁柱，带着小童从这边走，其他人往这边走。好。
发现线索。那个美国人活不了多久了，他们今天下午一定会渡河。黑手队长，嘿，你带着冲锋枪队封锁码头，扣押所有船只，不得放过一船一人。嘿，陆版的高桥信一小队会增援你们，你给我留下几个冲锋枪手。嘿，狗怎么不走了？美岛好像在这里消失了。他吃什么东西了吗？没有，别人给的东西他不会吃的。李同学，把朕逼出来。王营长怎么样了？船怎么了？船都让鬼子给拖走了。没有别的船了吗？去码头。王营长，码头上全是鬼子。来不及了。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小童，带着步兵走。是。
子特别多，戒备可严了。游击队的枪一响，咱们立刻行动。好，王营长。嗯，怎么了？布鲁说不要让我们管他，他怕牵累我们。你告诉布鲁，我们绝不会放弃他，而且我们一定会把他制合，让他相信我们。是，王营长。哎，冯姑娘，你给我翻译一下，让他等着看我砍蔡国。Bruce, listen to me. Yeah. We can make you healed. Okay, okay. 哎，行动，好，走。Let's go. 我们分头行动。第二组，跟我来。走。少佐，前面没有路了，是死路，只找到这个。看来我们又上当了。是码头方向，走。在那边，出，成功。
行动。杨帆。